是明天。今天能够身体没出毛病，念佛而过，就要很满足。明天再来时，明天再说，不要挂碍。所以说，不必想以后的事。于是弟子问道：那是不是说，不管任何方面的事，都不要挂碍它，专心于道就是？老和尚答道：会听的人，听一两条就知道，不是每一样都讲。以前法师讲经，都留一些让你自己去悟，不是每一样都讲，又不是在讲故事。那么怎么念佛才会专呢？这也是执着，妄想来时不要理他，有时叫他不要打妄想，他还是要想，所以理了他就多了一个念头，而且越想越多。念佛要随缘。请问师父，待业来怎么开智慧？多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意业难持，是无始来习气沾染自然而现。如果念头一起马上忏悔，有没有因果？意业还没做出来，马上忏悔就没有因果。如果做了就成身业口业，就有因果。应该时时刻刻有忏悔心，有忏悔心，善念会跑出来，头脑就明白，就知道该怎样。戒有开遮，要看清楚，否则很容易被戒所束缚。意业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随犯随悔。请问师父，钵打破了，是否出家饭碗就丢了？这也是执着。如果你的钵让人给打破，因此埋怨打破你钵的人，为了这个钵，你却害人家解冤仇。一个破戒的出家人，罪恶无边，堕落地狱，是否比一个在家人还不如？倒不如在家修。还是要出家好，虽然堕落，但是他的果报受尽，还会再来修行。毕竟出家多少种了一些善根，所以出家说忏悔。忏悔什么呢？无始以来所造的很多业。请问师父，什么是空？看得破即是空。以后师父圆寂，我们会想师父怎么办？我在西方接你们，但也要你们放得下，到时我们就在西方见面了。听师父开示，听得很高兴。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三心范围很广，贪嗔痴也包含在内。五官若存金易化，三心未了水难消。此三心就是现在、未来、过去三心。听师父开示，有时不敢吃太多太饱，但体力又差，该怎么办呢？要吃饱，只要不贪不着就好。不要说好吃多吃一点，不好吃少吃一点。师父，有时候好像有魔。不要说他是魔，要说自己是魔。老和尚常提醒出家弟子，
不能贪求名利。而徒弟们认为，师父如今名声远播四海，老和尚却说，我也没感觉啊。这才是真功夫啊。老和尚谦虚地对弟子们说，我不识字，教你们一些基本的修行方法，你们识字，看些经典及释迦佛、文殊、普贤等诸大菩萨传记，学他们的修行方法。诸佛菩萨都是有愿的，所以修行要发大愿。而弟子们认为这个不容易做到，便对老和尚说，师父，可是我发不出这个愿。老和尚说，愿不是要我怎么样，这还有个我。愿是自然的，像师父也没有说我要怎么样，但现在有这样的成就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为弟子请问老和尚，师父，有人说我着魔了。老和尚答道，如果会修，魔就是我们的护法，魔也是人做的，邪见就是魔，刺激就是魔，但如果有忍，则是护法。香也是魔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不让我们成佛道。外面的境界，手拉手的情侣、游客是大魔。有一天，老和尚问弟子说，你们来是要修行的，但是修行这两个字很难说，修行要怎么修呢？弟子答道，要有愿，修忍辱，但是做不到。老和尚慎重地对他说，这是正正板板修行，说我出家要来修行，这不是简单的，每个人都带种种的行暗行，如果要修行，路头还很多，就是知每个人的心性起心动念，每个人都说他在修行，但都带着无明烦恼，这有的是前世带来的，也有今世的。老和尚又问另一位弟子，我度你来出家是为什么？来修行。你再说说看，修行要怎么修？师父说过的粗衣淡饭香味触法。修行就是要有愿，诸佛菩萨之所以能成佛，也是以他们的愿力。好比说，若娑婆世界不成极乐国，我不成佛。修行要修忍辱，勇猛精进，心猿意马要看顾好。有位女弟子常常需要下山办事，因为交通不方便，想学开车，就问老和尚说，师父，出家人学开车好不好？老和尚答道，不好，虚云老和尚带简单的东西，一只铲子，一张拜椅朝山，有一餐没一餐的过日。他有这个愿，所以能吃苦，我们没有这个愿，所以吃不了苦。老和尚开示过，现在花花世界一切都很方便，
但修行一定要效法祖师的修行方法，才能了生死。弟子们又问道：没有生死心，念佛都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念佛不知道还好，知道反而去分别，这些外面的都是幻境，不要去分别。生死心是不知不觉的，修到某一境界自然而成的。念佛怎么念呢？有的人念了一辈子却仍然糊涂。念佛自然一直念下去就好，不要求做什么，无所求无所着的念下去才会觉到。师父要我们学自在点，要怎么做才能学自在呢？阿弥陀佛，多念一点，慢慢来，做事情慢慢来，脾气个性要好一点，慢慢就会自在了。温顺就是忍。老和尚说过，念珠不能拿在背后，也不可拿太低，不可以挂在脖子上。人家是有那个德行，才可以挂在脖子上。徒弟就很热心地说：那我如果看到别人挂在脖子上，告诉他不可以这样，可以吗？老和尚说：不必了。有一位弟子觉得自己我相很重，听人家说打香板可以去无明习气，也可以去我相，但是如果要求别人打香板，心里有准备，当然被打的时候就不会生烦恼。如果没有准备，不注意的时候被人无理地打过来，这才是考验，才可以了解自己的程度和烦恼，所以就去跪着恳求老和尚慈悲，帮他去掉我相的烦恼。老和尚听了就说：吼吼吼，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做弟子的就每天去跪着恳求老和尚，老和尚还是说：吼吼吼，但依然没有动静。日子久了，又因为事务繁忙，做弟子的就渐渐忘记了这件事。有一天，有很多政府官员、教授、老师都来到承天寺拜见老和尚，老和尚就叫这位弟子去翻译。这位弟子一进祖师殿，就依照平常的惯例合掌念阿弥陀佛，和大家打招呼。这时候老和尚突然很夸张地学这位弟子的动作，也合掌说阿弥陀佛。这位弟子一看觉得苗头不对，赶紧跪在老和尚面前。老和尚就说：这么多在家居士在这里，你跪着是要让人家折服吗？弟子不敢再跪着，赶紧站起来。老和尚又说：你大胆，竟然站得比师长还高。就这样，跪也不对，站也不对，要和师长平起平坐就更不对，真是令人不知如何是好。当天因为有很多人要求皈依，按照平常的惯例，皈依证
都是这位弟子或其他弟子代替老和尚填写取法名。但是那天老和尚竟然对大家说，你们看，他自作主张，规正都是他自己写，目无尊长，心里哪有尊重师长？你们到底要请我作证皈依，还是请他？弟子一听就不敢再写了，赶紧把皈依证整理好，送到老和尚面前。结果老和尚又说：“啊，说他两句就生烦恼，不要写了，通通要给我自己写。这一大堆要叫我怎么写，怎么取？取名叫做团银、团病、团减、团丁、团捧、团奶。”说来也真有趣，老和尚确实有修行功夫。人家被他取名叫做团减、团丁、团捧、团病，大家也都很高兴。这位弟子当时看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对，忍不住眼泪快要流下来。老和尚又向大家说，你们看，讲他两句就流眼泪，他就是要让人家说他很可怜，流眼泪也不行，只好把眼睛闭起来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念佛，开始思维观想。没有一个你在骂我，也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，也没有你所骂的话。结果老和尚又说，你们看，他在那儿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假装很有修的样子，在场的人都听得莫名其妙。大家一直看着他一个人，做弟子的心里很想找个洞钻进去，也很想逃走。这念头刚升起，老和尚就说，没走哪里去，给我动嘞。真是起心即错，动念即乖，无可奈何当中也要忍下来。可是等到会客时间一过，老和尚竟然若无其事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平平静静，还是笑嘻嘻的，而且端牛奶给这位弟子说，这给你喝。到了下午，会客时间一到，老和尚又像上午一样，开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闲过来闲过去，闲得令人不知如何是好。可是会客时间一过，他又若无其事。这位弟子回想，这一整天实在是想不出到底犯了什么错，为什么师父样样都骂呢？嗔心一起，心里就想，我倒是要去问问看，到底是哪里不对。他这么一想，就往方丈室走去，敲了门进去。老和尚看他进来，就故作一副惊吓的表情，用手拍着胸脯说，叫人家帮他去掉我相烦恼，才讲他两句就要来问问看，如果打他香板，岂不是要去叫警察了？做弟子的这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老和尚慈悲应自己的请求所出的考题呀。世人为五欲所迷，想吃好的，杀生滋养身体，却不知杀的那些都是过去生中的六亲眷属，我杀你，你杀我，吃人家一斤，一定要还十六两，这是逃也逃不掉的。就是这样，生生世世都在还债讨债，死死生生，永远跳不出轮回的圈子。况且，所吃的是以前父母的肉，于心何忍？
吃众生的肉，就是吃自己的肉；杀人，就是杀自己；说人是非，就是说自己；说人不好，就是自己不好。我们出家人的事，不可以说给在家人听。每一个道场，都有一位阿罗汉。你讲人家，说不定就讲到阿罗汉。外面都在造几丈高的佛像，几万尊佛像。你们只管念佛、苦行、粗衣淡饭，自然有人供养，比他们装佛像还好。胎软湿化四生中，人为胎生，为万物之灵，最聪明，所以人修学佛法比较容易。其他动物都很愚痴，很难学习佛法。出家人要知道，我们这一生做了人很不容易，也很难得，我们要把握这得到人身的机会，要努力修行，以求了脱生死。否则修道未成，没了生死，下一辈子在胎软湿化四生中，又不知流到哪一生了。假若来生做软生的鸟、湿生的鱼、化生的虫，他们智慧低或没智慧，要修学佛法就太难了。我们出家人要知道怎样修福报、修智慧。得到福报的人，要把福报给人享受；自己得到智慧，要指导人家如何学佛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自己不享受福报，才是真正的福报。灾难越来越多，赶快修，赶快修，修一分一分的功德，修十分十分的功德，修一百分一百分的功德，修一千分一千分的功德，修一万分一万分的功德。凡所有相，都是虚妄，一切唯心造。《弥陀经》中所叙述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金、银、琉璃、一切庄严等，都是因应众生对一切相分别贪取的习性而方便设立的，使众生因向往而专意念佛，与所谓待业往生具有相同的诱导作用。离一切相的清净无碍，才是真正究竟的西方。静坐昏沉是意识烦恼心所致。如果还有妄想，想要到哪里，都还是业障。四生之中，每一类众生各有其习性、规律，其中以人道为最灵，其余三生类灵性较钝，但人类的作为却是四生类中最糊涂不智，行事也最无规律的。什么叫做庄严自寂？不起无名，是名庄严。内蕴谦卑，慈悲的涵养，行动如仪，是名庄严。修行是修在哪里？在结人缘，东西给人吃，结缘不计较，凡事忍让不计较，再坏的人，甚至连一只小鸟、小动物
也要与他结缘。没有人缘，或是相见人不欢喜，都是因为前世没有和人结好缘所致。今世广结善缘，来世便能得到福报。像师父的福报，也是过去和人广结善缘来的。所以这一世，人人见到师父，都会起欢喜心、供养心。不去除贪、嗔、痴，无法开智慧。妄想来时，不要怕，不理睬他就是。他是他，我还是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。妄想无自体，以后自然就少了。修行要吃得了苦，越吃苦，才越有心得出来。我们人要学坏很容易，学好的很难。一个人如果吃太饱，头昏沉想睡，睡太多以后变蛇。有时间就看点经书，看经是要了解，知道要怎么修，不是看了以后去讲说。有些人看经和社会人一样，心没有寄托，所以很多事越念越糟。要把握时间不空过，可看经书、念佛、拜佛、静坐、诵经等。自以为是从文字般若上去学佛，而不身体力行的人，终究会为文字所缚，心不得解脱。现在佛教在世界上大体都在弘法宣传，虽然很普遍，但是真正要修行不是那么容易。以前的人善根较好，但很少出家。现在说是儒道三教，佛教是修戒定慧，儒教是修礼义忠孝。道教虽然也有道，但没有佛理存在，不得解脱。最后人要归净土，才能了生死。我们佛教也应出家修行才行。出家不是要过好日子的，是要在衣食住上修，看是否每一样都能舍，才能修到行。每一样越简单越好，少牵绊，不起烦恼，心才越坚，妄想才少。所以说要粗衣淡饭。儒道二教都还没有解脱，我们佛教来出家修行，是看能不能了生死，不可不知。而还说要去念书，读书哪里有谈到要粗衣淡饭？受戒学佛，祖师的行愿，又有经书让我们看，看有没有一条了生死的路。世俗的书我们都在未出家前读过了，修行就是不要再生娑婆世界，再受轮回的苦。我们知道是父母生了我们，但父母未生我们之前，我们在哪里？现在了不了解死要到哪里去？现在来出家就是要找一条出生死的路，不要再来轮回，要了生死，就要淡泊各种欲望，学戒才不会乱做，
才有规矩。认真做，不放逸。我们谈苦行，苦行是我们的祖师普贤、观音、文殊、地藏这些大菩萨的心愿。今天就照这些大菩萨的心愿来修行。拜万佛很好，假如这一生无法超出三界，下辈子还知道要修行，而且礼佛消业障，又能超度往生者。大鱼吃小鱼，人像大鱼，什么都吃，就连最凶猛的老虎肉也吃，所以业障深重。若不好好求忏悔，多礼佛，等到弥勒佛降生娑婆世界时，则一点善根都没有，更不用说要修行了。若能多礼佛，求忏悔，好好修行，多种善根，到时候说不定能成为弥勒佛的弟子。我们学的是无形的心地法门，是无上法。要没有分别心，才能去我相。假如执我相，就修不到行。去我相，智慧才会开。总是说别人不好，自己好，说好就高兴，说不好就难过，就是你我相。修行如有你我相，则心不安。若存我相，每样事都有我，把我看得很重，分得很清楚，这样对我们自己不利，天天都有烦恼。修行就是要做到去除你我相，这才是真功夫，否则到哪里修也徒然。如果修到这点，你的功夫也就到家了。不去除你我相，无法解脱。师父教的是解脱法门，不是说要收人才的。世俗取财，出家修行是取德。别人讲我们不好，不用生气难过，说我们好，也不用高兴。这不好中有好，好中有坏。佛教中最怕是非，说是非的就是是非人，是造口业，所以不要说是非。修行就是这样修出来的。如果不出家修行，年老后就像自己的父母，带着烦恼入轮回中。台湾女众很幸运能出家，大陆上很少出家的，念书的也不多。我们的耳朵总是喜欢听，看有没有人在说自己的坏话，眼睛也喜欢看好的，这点对修行不利。父母生我们下来时懵懵懂懂，长大以后就惹尘埃，就有我相，有我相就有烦恼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一里通，万里透彻。只要贪一样，就要再来轮回。承天寺这样盖，我也不执着任何一样，否则还要再来轮回。出家人老来越修越无挂碍，要往生时眼睛一闭好像睡觉，
我们现在晚上睡觉，就像死去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结果，第二天起来，马上又开始执着，看这个东西是我的，又开始了。出家修行，是要找回我们的本来面目，父母未生以前的，这个你们还不知道。智慧不开，就像月亮被乌云遮住了，光明显现不出来。出家人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大悲是体，一切都要从慈悲中出来。在社会上不好修，黑就得跟人家黑，否则会被人排挤，所以出家比较好修。社会是造业的路，出家是极乐的路，得解脱。在家人修名利，还在娑婆世界中，人会轮回，人死了，灵光会再去投胎，而出家是为了了生脱死。社会并不是照佛法组织起来的，但是娑婆世界向往佛法，因此现身佛法的出家人不可自己被社会污染，应该以自己的行愿去净化社会。多看《金刚经》，比较不会执着。人家在说话，不要抢着说，等人家说完再说，这是礼貌。不要着急，善知识在哪里？在心。出家是要治心猿意马，要时时刻刻做事念佛，调这个心。在佛陀正法时代，魔王无法破坏佛法，他就说要在末法时代穿出家人衣服来破坏佛法，就如同现在的人现出家相，而他的头脑却是在家样，这就是魔。唔通无影讲有影，乱吹牛。人家说这不用钱，不用课税，却是要大大的警惕。修行要注意身口意，以前有过失要忏悔，今后不再造业。成熟的稻穗头是垂下来的，未成熟的头是挺得高高的，好的参不到，因为人家不会把好的表现出来，所以你看不出人家好的在哪里。如果会参学，见人不好，正好拿来反省自己有没有这个样子。弟弟的人说话有时虽不好听，但不应该认为是坏话。有的人说得很好听，但心不是那样。有时心直的人说话没有别的意思，但听的人会歪曲，甚至又把他想得很复杂。心开花就开，心开就念佛，念佛莲花就开，但如果念头一转就又没有了。赶快修，修到西方去，否则这里很苦，你看这么热，西方是清凉的所在。修到要去的时候，不挂碍任何一样，每一样多无挂碍，只带我们的零零绝绝去。
阿弥陀经中，六方佛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六方世界，东南西北，上下方都有色相，不管哪里，都说要去西方。师兄弟间要谈佛法，不谈世间法，否则越扯越远，阿公阿嬷公归堆，接下去这样做比较好吃，没完没了。要修性，每个人都有佛性，佛性就是道，苦行不是简单的，不是一直做，一直做也不是办法，一直拖到头来也是拖，不是你做不动而硬去做，而是只要尽心尽力。苦行是要洗头脑，使妄想减少，否则叫你静静坐在那里念佛，你也坐不住。念佛就是活禅，有的虽说是闭关，可是还想得很多，心里不清静。我们是静坐累了，就起来跑跑香，念念佛，心离静就是禅。我们要维持正念，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坏的、不好的。毗尼日用，熟的话就念，如不会念阿弥陀佛也好。现在在动的地方，先把禅门日诵里的内容都搞懂了，以后在静处就用得上，不用多看书，只要多念佛，智慧一开，经藏自然在你心中。修道是要去除贪嗔痴，达到身口意清净。修行要没有我相，不要说自己以前在家是什么身份，出了家就没有身份学历高低之分，大家都一样，否则就不能下心修道。以前罗状元知道自己职位高，不愁吃穿，容易堕落，富贵毕竟不能长久，所以舍弃他的职位而出家。他不愿让别人知道他的身份，任何打杂工作他都做。有一天他开悟了，知道以前洗盘子打破了多少，赶快赔偿住。罗状元没有我相，所以开悟了。现在的人和以前的人大不相同，以前的人道心十分，现在的人道心才一分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既已得到人生，就应好好修行。六道中，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都是人去做的，修得好往善道，修不好犯五戒堕恶道。有些人说吃斋人说吃斋话，如果所有人都出家，那这社会怎么办？我说假如人人都出家，我们都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以前在大陆丛林道外参学，如果东西乱放，才不管是谁的，一律没收。若想找回来，需求知客师。修行是要在动中取静，不是静中取静。那功夫未到，
最好动静多无挂碍，对任何事都能放得下，放下即功夫。平常就对任何事不挂碍，免得临命终时念头一起就要继续轮回了。娑婆世界有众生，就有菩萨的存在，若已无众生，菩萨也没有了。佛菩萨的业挂碍就是众生，我们向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学习，好好勇猛精进。出家是为了得到解脱，看能不能修到五蕴皆空，少吃少睡，把精神用在修行上，凡事不要太着相，相貌好不起欢喜心，相貌不好也不要起烦恼。师兄弟在一起，佛法可多谈些，其他则一律不谈，以免心散乱，不要参加人家的闲聊。起诸恶念时，不要执着，拍拍自己说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不可用处罚的方式，这样没有用，并且会伤害自己。修道人不谈佛理而谈俗事，这不是出家人的本分，以在家的俗事拿来出家用，俗气未断，怎能谈到修行？师父以前在大陆承天寺，什么都看过，有的人讲这样，有的人讲那样，修行的花样很多，后来就到山上修了。以前比较好修，信徒少，事情做完就自己用功。现在比较不好修，信徒游客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。行住坐卧都在念佛，定下心来念，便可觉悟到。我们的心一天到晚都在外头，没有关照自己的心是否在阿弥陀佛上，不能把心放在信徒或外面的境界上。以前的人，师父是你的功夫，叫你鞋子倒穿，有根基的人就会跪下求师父慈悲教导，这是有智慧的人。愚痴的人就硬要倒穿鞋子，没有根基的人则无名烦恼起，认为师父不对，故意找麻烦。在家人会享福去旅行，虽然是很快乐，但旅行回来头杂杂，妄想多，头脑不清净。而我们衣食住虽然是没有多好，但做完事静下来静坐念佛，头脑没有妄想，就会有正念。我们出家也要度家人，最起码要他们信佛、吃素、不杀生，这样才圆满。用善巧方便的方法使父母入道，有善念，起码做个天人。不要乱听别人说，东听西听，不知道哪个才对，自己心中无主，反而容易成散乱心，变成妄想，烦恼因此生起。出家了要知道出家的意思，不要被别人提着团团转，自己要有主，
该听的听，不必要的不用多听，打哈哈就好了。念佛定来即是禅，所以说要有禅，有净土，静坐念佛比较不会出问题。出家和在家不同，在家生活好像白天做梦，晚上也梦，做那种轮回生死的妄梦，着有色相。去除我相我执，才会开智慧，不去除贪嗔痴，智慧不开，什么事都怕怕的，也不会开智慧。人家看得起我们，才供养我们，我们要有感激的心，好好修行。出家饭是不容易吃的，若要吃得稳，应当好好修行，否则将失去这饭碗。工作之余，可看些经书。看什么经书呢？只要把两堂课诵深入了解体悟，照着去做，一定能了生死。例如课诵里的三皈依、忏悔文、一则礼敬诸佛等。在社会上经过一阵磨练，来这里更进一步的修行，修忍辱，比较容易与别人相处。要有信心，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成佛，就会有愿力，才会更精进。不要经常说我怎样怎样，都是这个我在作怪。在社会上喜欢穿漂亮的衣服，来这里便不适合，而是穿别人不穿的衣服。说些幽默的话，融以佛法，这样比较没有烦恼。学佛是师父开示一句，自己要有所觉悟体会，不是说得多，说多了那还在转。孝顺佛祖就是孝顺父母，无始以来所带来的坏种子很多，如果待业来再待业去，则还在生死轮回之中。要知道穿这件衣服是要做什么的，出家了要知道生死的意思。听开示不是听得多不多，而是听得进听不进。听得进也要会应用，自己会去觉悟到的，是有根基的。如果没有根基的，很多烦恼。会听的开示才有用，如不会听的开示也没有用。心里坏的力量比较强，好的比较弱。好的说我是善的，坏的说我是大善，他每样都要占第一，这样强欺弱，善的终被恶的压倒，这样最不好。一个人的个性脾气很重要，个性好，到哪里都会跟人家和和，能随顺人家。但如果是坏事，我们应当坚持自己的原则，不要随顺坏事。两堂课诵要多体会体会，比如是否真有天天皈依佛法僧，又如是日已过命亦随减，如少水鱼斯有何乐，圣物放逸。就是提醒大众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，莫令心放逸。
行住坐卧，自己去体会佛法。光阴易逝，莫放逸，不要去想那些有色相的。你们现在无色相的都没看到，所以没兴趣，总是往有色相的事物上面去追求。我们一天都是坏念头较多，没正念。有色相的我们看得到，而无色相的我们自己就要有坚固心。听师父开示觉得很好，好是好，好是师父的，还是要自己去行，自己去体会。有根基的人出家就很清楚，很能体会出家与在家的好与坏，没根基的人则不能体会出来。若不能去体会，虽然是出家，人是在外境上修，心随境转还很危险。你们现在虽出家了，人在茫茫大海中找不出个出路。一个再怎么没修行的出家人，能持常斋不杀生，没有很大过失，则来生可直接再转人身来修行，不必再经过三恶道。一个越有修行的人，越觉得忏悔的重要。有过无过都要忏悔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。修行要表里一致，不要口是心非。较能干的人不好修，就会想怎样怎样。修行是修香味触法，粗衣淡饭是看能不能修的脑子清净解脱。修行要修无挂碍的，像鸟在做巢，龙鸡有食汤锅净，野鹤无粮天地宽，它飞到哪里即到哪里，随处也就飞走，是最自在的一种鸟。修行要处处不挂碍，心才静，才会念佛如如不动。贪一样则多一样，少一个念头，少一个业，多一个解脱。出家人若不依佛理行持，则十人有十人差错。每天不起恶念烦恼，从日常生活中慢慢去修。所谓无色相，即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亦即真空妙有。意思是外境确有此物或此事，我们心中没有此物或此事的存在，心中是空的。若心中有着这些事物，烦恼就会由此而生。静坐是念佛助缘，静坐可调身心。光这样坐坐吃吃，吃吃坐坐，叫不能悟道。形形色色，必须真看破才有办法。开悟不一定能了生死，要得阿罗汉，断见思惑，即无我相，才能了生死。对此句有感悟心，人有这个那个意念浮存，全是基于有个我，有了我，即自私。
在这五浊恶世香味触法中，如有正念出来，就会分析出生活中这些举举动动都是妄想虚妄。每个人都有一种烦恼心，在我相内计较，不要把我相执牢牢的，这样烦恼不能解脱。不论有多烦恼，也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智慧是无色相的，平常应是习气你我相的关系，念头常是自然而起的，并非特意的，应慢慢改，多念佛。修行不像豆腐干，拿来就可吃，要十年二十年一句佛号还保持下去，加上信愿行，如此下去，人家笑我们没读书做苦工，我们当拿出志气来努力修行，让别人瞧瞧我们确实不简单。修行的目的在了脱生死，并不是争名夺利。有些人请大官写匾额，借以打知名度，而师父一字不识，全靠自己苦修而来。有俗气，爱情爱别，你兄我弟等等，要去掉俗